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？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？为什么连你的心跳我都想要用心听？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毛孔里清洁出来的。皮肤有多脏，咱们清洁出来就会有多脏哦，一定要定期的去清洁。看一下，这是嘴角的地方，哎，反面。你如果不清洁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多脏。清洁大有护理哦，看脸颊的地方呢，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。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家的胶原蛋白的清洁面膜，脸上有一些黑头峰刺，长一些螨虫痘痘的宝贝啊，咱们都是可以去用的，定期的去清洁皮肤呢才会越来越干净。反正这些脏东西在毛孔里面，你用洗面奶擦是根本就洗不掉的。看一下嘴角一点点的地方，看，哇，看嘴边边上，嘴唇的边上，看，看一下毛孔里的这些脏东西，如果不清洁出来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就会把咱们的毛孔越撑越大，然后就会造成黑头呀、粉刺啊、长一些螨虫啊、痘痘。看一下毛孔里面的这些脏东西，全部都是实拍的哦。眼角的旁边，哇，看一下，够脏的吧？眉毛啊，连着额头的地方，看看眼角的地方。面膜里面清洁出来的脏东西取决于你的皮肤，你的皮肤越脏，清洁出来的效果就会越脏。定期的去清洁。哎呦，这个地方还没有干，还好像没带出来。